我们这个面塑它的主要材料就是用面粉来制作的，面粉就是我们平时做面包啊，做这个包子馒头用的这样一种食材。但是我们经过这种防腐防裂的处理，主要的手法还是一个捏塑为主，就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门这个传统的一个工艺，非遗的一个技艺。